老公，我有什么不一样吗？试镜婚礼中途剪25公分，把张淑伟看超久没发现。Energy 到场助阵成员淑伟和谢晋的婚礼，把气氛拉到最高点。之前谢晋已释出幕后花絮，婚礼进行到一半时，他竟跑去剪掉25公分的及腰长发，以新发型纪念自己30岁，还有人妻的新身份。我曾经问过他什么样子样子最好看，他说我什么样子都好看。我们大家去看看他的表情。他会没发现？有可能。没想都没办法想，就要开始。没错。这一刀剪下去回不去哎！我现在还在拍《爱的荣耀》，你知道吗？少女，天哪！这蛮有重量的，有25公分左右。我等一下会问他说：“你觉得我美吗？”他如果觉得还好的话，那就就36吨。因为他最喜欢说我都不洗头。我跟他说，因为头发太长了没办法洗。然后我说：“那你帮我吹头发。”他说：“你头发太长，我没办法吹。”那我现在剪短了。你要怎么样美吗？对于淑伟后知后觉超级直男的反应，网友也直呼太狂了。刚刚一定是花贵，男人都一样，第一时间想到不联系，太专业了，以后要帮忙吹头发了。给你的惊喜，因为你说我每天都长得一样，我要让你发现我有不一样，你发现了吗？等一下拍拍手，我们用。